好了。这里是200万，兄弟，150万赔他的车钱，剩下的50万算是给他的医药费。你过去打他一顿。刘小强，你能不能滚远点？老娘从来没有喜欢过你，你只不过是我的一条舔狗而已。不，小丽，不是这样。也只不过是我兄弟开过的一辆破车而已，有什么好嚣张的？屌丝的兄弟，口气再大也改变不了你是屌丝的身份，就算老娘是破车也总比你们车都开不起要强。今天要是不赔偿老子的车，你们一个都别想离开这里。说吧，你的车多少钱，老子赔给你。不多，也就150万而已。这下这两个小伙子要BBQ了，两个年轻仔哪里来的100多万。秘书，给我马上送200万现金过来，我就在君悦大酒店停车场。刘小强，看你的兄弟也是跟你一样，就喜欢穷装逼，没钱到处装大佬，还拿200万过来，你以为是200块吗？老板，这是您要的200万现金。我的天，还真是200万现金！难道刘小强的兄弟真是一个牛逼大佬吗？我这辈子都没见过200万的现金，太尼玛牛逼了！我尼玛，十三啥时候变得这么有钱了？难道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在隐藏他土豪的身份吗？看好了，这里是200万，兄弟，150万赔他的车钱，剩下的50万算是给他的医药费。你过去打他一顿。赶紧带着你的钱麻溜的给老子滚蛋，从今往后有我们刘少出现的地方你不准出现。200万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老子把你车砸了分分钟也能给你赔一辆，搁老子这充什么大胖子。这么说你是想砸老子的车然后也原价赔偿喽？只要你敢开过来，老子立马给你砸个稀巴烂，你信不？很好，希望你等下不要怂。
这就是我的车，砸完就照原价赔给我就行了。我尼玛，这是兰博基尼毒药，专属定制款吗？是的，看来你还挺识货。没关系，识货就好，赶紧砸，砸完赔钱完事了。尼玛，这可是接近上亿的豪车呀，这一锤子下去，老子就算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呀。能开得起这辆豪车的绝对不是普通人，惹不起咱们还是躲得起的。王哥，干他呀，走什么，不就一辆破跑车吗？干你麻痹，你个破二手车，老子差点因为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大佬。强哥，是我不懂事冒犯了您，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小的一回，以后有您在的地方我绝对退避三舍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带着钱和你的破二手车滚吧。兄弟，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今天这口恶气我也出不了。兄弟别气馁，男人只要努力奋斗有钱，什么车子房子女人都会有的。正好我最近公司在招聘，你来我公司做个副总吧，我给你年薪500万起。这辆毒药我平时也很少开，家里太多车了，你喜欢就拿去当做你平时上下班的交通工具。好兄弟，太感谢你了，尼玛老子要起飞了。卧槽，我也想要这样的兄弟，太尼玛让人羡慕了。